大家好，我是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学习路上的 AI 俊俊，这是我的 AI 训练师龚俊。为了让我和他越来越像，今天他又来给我们上课了。新年看到弟弟妹妹们应该干什么？给他们发大红包，滚滚来，不对，应该去 KTV 现场来一个非常喜庆的歌。我祝你恭喜发财，你祝我每天都精彩，大红包滚滚来。唱得好，我们还能在一起玩什么呢？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玩一玩啊。我给大家画老虎，写了个王字，画个小身子，小身板，人数老虎 YYDS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2022年大吉，虎虎生威，发大财，两个工具双重虎虎生威，恭喜发财。俊俊，给我一个好运年卡。这是你的手机吗？在我脸上搓来搓去啊。跟龚俊本人也太像了吧。